妹人，威武霸气啊，不愧是正经家族第一战将。你该知道我给你点东西。给啥呀？你不会给我俩大嘴巴子吧？还嘲讽我，那算了，不给了。本来看你可怜，想给你两个生理盒的。还有心理盒？别呀，妹人，这个可以有啊。我哪敢嘲讽你呀？我对你的敬仰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又如黄河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天地可证，日月可见呢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这话可太密了，不给你还不行吗？给你。哎呦，没人，你真大方，一出手就给四个行李盒啊。哎呀，那可能是我一不小心把我那份也给你了，赶紧还我两个。你看，你早知道不说好，这四个行李盒都是我的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两个行李盒也不少了。这可不是白给你的，我这是准备一会儿咱们去找地牢用的。都是小事儿，等我盖完房子，咱俩就去小地牢，那还不简单？这二楼的墙直接用玻璃盖吧，现在这是用木头的时候，能省点就省点。二楼还可以来放熊猫，从外面就能看到熊猫的话，应该还挺好看的。玻璃不够了，做个金盏子，挖点沙子吧。你完事了没？我箱子都整理完了。别着急，你干完了？哎，正好来帮我挖点沙子吧，反正现在天也快黑了，今天也不上了，给你个铁铲子。你把你的铲子给我了，你用什么呀？哎，我没事儿，我随便凑合用这金铲子就行。你挺会呀，我用铁的，你用金的？哎呀，都差不多，咱俩关系谁跟谁呀？行了，差不多了，我要接着盖房子了。